嗨，大家好，我是汉堡祥，欢迎收看这次的阿祥盆栽。阿祥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彰化县西螺镇的东螺溪河畔的台湾栗树绿色隧道。现在已经秋要转冬了，现在是十月的快底了，它的花季也过了。我目前在走的这条路是自行车还有散步用的，最主要是这里旁边都是栗树，台湾栗树。如果喜欢台湾栗树人可以看过来，就这样。哇，不错。因为走这条路要小心这是车子在走的人尽量是靠里面对。如果喜欢可以来这边拍拍照逛一逛还不错的选择。如果还没有订阅阿祥盆栽的话，请按订阅按赞来分享记得铃铛打开一切没有车的样子，没有来车，看是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镜头转过来了目前看到是这是栗树了，台湾栗树小颗的还不错还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来这里呢因为我下工的时候都我经过这里，那时候好像有开花，黄色的花还不错，你看不同的角度，哇！反正来这边运动还是散步的话要注意安全因为这车开很快尽量走里面的那个自行车车道，还有散步的对，因为车超多的。你看黄线，白线在这里，整体看起来还蛮有一般风趣的刚才讲的自行车你可以带那个折叠式小踏车来里面骑，还可以在里面散步还不错，给大家欣赏一下它距离不会很长只有一段而已就是这样那我走进来车来了。一样还没有订阅汉堡祥 TV 阿祥盆栽的人记得订阅最重要打开铃铛，然后按赞和分享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留言是蛮有歉意的很漂亮之前开挖那个黄色的话很像飘雪现在因为时间季节太晚了那已经结束了那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真的订阅按赞按分享记得铃铛打开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